做那个煲仔饭。 先备一下菜吃吃。这个很难切的。早上好呀，早上好呀。走。哇，好漂亮啊。 是吗？今天营业，<笑>已经开始忙了。对，<笑>我这小被子还没弄。小被子呢？<笑>的，去进身来，去进身来。试一试菜，晚上正式营业。阿、辛苦了。好的，加油！然后试菜的话，就一道一道出吧。 你去后厨帮忙，这个我来搞定。一天帮我卷哈。啊，我一卷这个容易碎，没事，慢慢来。这还是要功夫的，我感觉。把弄得像一朵花一样。我觉得你现在静得下心来了。我性子就比较慢。 所以还没清场。我想弄一个能打卡的地方，我们来摆小熊猫。 那个客人可以拍绝美照片。如果这里能摆个镜子就好了。没这么大镜子。哎，我们门口有一个镜子，你帮我来搬一下看。你看，他就只能这样摆。好好看哦。奥索埃，很艺术。因为你进来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和全部在这个镜子和这几只上面。 接下来你的眼睛会看到这个龙，对，哇，dragon，哇，哇，一红，哇，要走了吗？肯定是要帮客人开门的啊，就走到这边来开会。啊，小熊猫好可爱啊，好，so cute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个角落不错了啊，非常可以，非常好极了，太牛了，下一个。 你说，我们可不可以丢点花，丢到那个屋顶上去？我也在想，花这么多花，我们可以用点花。我们去他房间，从他阳台上丢下来。中餐厅的屋顶是吧？对啊。行吧。我是蔷薇玫瑰，我已经准备了。
漂亮，漂亮。于中心，于中心，你掉一个就算了，怎么掉俩？那我们得找一个杆子把它扒一扒吧。一定要拿一根杆子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不够长吗？够长的。我来。够长个，真的不够长。我说我从下面让长一点。这个，哎呀，上面不行，完全不行。怎么办？我这自拍杆呢？好像可以哦。啥也看不见了，我们得找一个杆子把它扒一扒吧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不是你太牛了，也就你能带自拍杆吧？不是，你先给我接一下，我快不行了。我看看什么样的现在。行，我们先上去看看感觉。其实是好看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可以 ，nice。要不要再丢两个娃娃？现在有两个小熊在上面。我觉得也不错，更加的可爱。中餐厅我了解过，老外还真是挺喜欢吃中餐的。中餐厅能开到这儿不容易啊，给他们一个惊喜，点点菜谢谢。哎呦，好漂亮的花园呢。哇，哎呦，太棒了。这环境啊，太好了，嗯，真棒。哦呦哦呦，点菜来了。哦呦哦呦，这个 Hello,、哎、Hello 你好。哟，这都是小碟儿弄的呢，一个碟儿一个碟儿。你好你好，我是欣欣。你好，我去叫我的店长来。啊，有客人来了，店长，有客人来了。是奥运冠军，是飞行嘉宾，是飞行嘉宾，快点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想给你把鸡蛋弄。来，你的鸡蛋，我的吗？你的鸡蛋，这不是酱油，小心！我出去了。哇！你好！哎呦，老师你好！有请，没！哎呦，我的天！你好！单打、双打、双卫冕，邓亚萍开创了奥运乒乓球的一项纪录，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奥运四金王。哇哇，你熟了是吧？你很熟是吧？In lane six, the new Asian record holder 983 for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, Su Mingchen.起跑非常棒，加速加速，保持速度能力，全力冲刺，保持住，保住劲，冲刺，走！你们请，挂了。先坐这桌吧。行啊。哎，再一下。苏炳添和邓亚萍老师来了。真的吗？你们出来吧，这个太炸了，这个我整个人已经，我的天哪！哇哇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林大厨，你好，谁都认识你，你好，这是胡一天，翟潇闻，你好，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大厨广坦。你好，欢迎，你好，我们见面了，哎呀呀，你好，太好了，你好，这是不是跟我们都菜都准备差不多了？还行，坐吧坐吧，太好了，坐着聊吧，好，那我们马上有些菜会上来，您给提提意见，试试菜，好不好？
这是我昨天新做的甜品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尝尝。哦，酒味儿。对，这里边他拿五粮液。这不会吃了醉吧？不会不会。那不会不会不会。你们这刚还没开张呢。我们这回特别狼狈。那天我们来了当天第二天就出餐车，弄完之后今天第三天直接营业。其实国外很多很多国外的人都喜欢吃中餐，喜欢吃中餐，老外喜欢吃酸甜口的，嗯，像古老肉啊，什么糖醋排骨啊，在这一类的东西。但是他们不爱不喜欢骨头，我是发现了。对对，所以这个林大厨准备做一个菜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他把那个排骨啊，那骨头给去了，里边塞一年糕，长得跟排骨一模一样。广坦师傅也是鸡蛋切开，蛋黄掏出来，把鸡胸肉煮好了，捏成丝儿，又重新填回去，外边弄了五个环，哎呦，五个颜色，奥运，往上一摆，你看我自己说都起鸡皮疙瘩。不过巴黎奥运，我觉得确实值得期待，因为我们当时申办的时候啊，就是咱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啊。当时啊，巴黎也在申办，而且他是我们很强劲的一个对手，主要对手。然后，但是巴黎呢，当时也是连续申办了一次，都没申办上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那一次的，我们又赢了他，又赢了他，然后他又没办成，好像连续5次吧。然后这次呢，事隔100年，1924年，巴黎办了奥运会，100年刚好。对，哇，中国人我们也是100年奥运嘛。我们是1908年，是有一封信嘛，是吧？什么时候办奥运嘛？结果2008我们办了100年嘛。然后法国也是重回巴黎的话也100年啊。关在车上还跟丙天说呢，2008年奥运会我在奥运村工作，服务运动员嘛。我们一开始准备每天300只烤鸭，葱、黄瓜、酱都给它弄好。哎，对，都卷好了，这样码在那儿，然后运动员就有时候一拿一盘子，一底儿就拿走了，一拿一盘子就给端了是吧？哎，谢谢谢谢谢，等等等等。哎，你们有烤鸭吗？烤鸭的话，五哥呢？我这是个小猪盖被。哇，你这看就好香。那这发圈还有这妙用。得拿着筷子。哎，我要去给他们尝一碗，尝尝，就是被这个叫小猪盖被。小猪盖被。对的，它那个上面那个面皮就是它盖的那个被子，在这个下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被子。就是它摊的饼吧，它叫小猪盖被。嗯，味道很好啊。我觉得很好吃。哦，好吃啊。很入味的。哎，真的好吃了。真的，对，要跟他们说一下。啊，成功啊！真的成功啊！真的好吃，但就是饼不行，我再重新发、哎、发的面，那饼真不行，这个饼啊、那重新发吧。对，有点黏，但是不错，味道很好。行啊、哎。我先做奥运的那个五花的鸡蛋。
好看啊，这个很漂亮。试试这道菜。哇哦，鸡蛋。哦，鸡蛋。这是我们的主厨，光盼，这是他这道菜的创作者。现在就跟你们是奥运的奥运主题，所以做那种五环的，里面就是一个香辣，所以在下面有一个鸡丝香辣的一个鸡肉鸡胸肉，有是这样高蛋白的，又鸡胸肉又蛋清，嘿，讲究。在上面就是用蛋黄酱一些香辣酱做的一个。就有点像火炬的这种感觉的，五环抱着火炬啊。这是看的吧？吃的。我们都不好意思吃了，太好看了，关键是。是是是，可以啊。先挑个颜色。行，那我先来这个。好的。来来。我先去忙啊。可以，谢谢谢谢。里面是有点麻麻，那个是什么叫花椒？花椒对是，外面是清淡的，一咬进去是有麻辣的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、哦，对，那可以、啊。蓝的，蛮好吃的。这个就是他们法国当地的鳕鱼。我要把这个鱼肉呢，水一定要吸干哈。咱们搞一下这个烟熏。香啊，鳕鱼哇，真好。好的，尝一下刚那个味道。来，星星子啊。喂噜喂噜，这是 Chef Lin 做的这个鱼。鳕鱼。Chef Lin， 快去介绍一下你的菜。来了来了，这我做了一道烟熏味的鳕鱼，主要是用那个桂花，然后加那个叉烧酱，然后去调了一个汁，挺香的。挺香的。你们尝一下，给点意见看看味道会不会。好，谢谢。大口一点，我觉得你要咬到中间。咸了点。咸了。喝水。喝水。喝水。怎么办？翻车了！早知道不让你出来介绍了，我来介绍。没有没有，调低一点，调低一点哈。运动员口味比较轻，没事。我也比较喜欢清淡。待会儿，我还准备第二个菜。哎呦妈呀！咸来一点啊！咸了点。北京话是吧？齁咸齁咸。齁咸齁咸。